哎，对面，你到底喜欢谁呀？老大，我来了。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？我希望你以后如果遇到像我这样的人，一定记得要千万离他远一点，因为我根本不值得你的喜欢。喜不喜欢你是我的事，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 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对于得不到的人来说，回忆越美好，就越苦涩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忘了。 Something I do, I guess it's not a good excuse.